今天是洛杉矶时间3月27号，位于安大略市的楼盘开盘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这次的户型设计非常的棒，而且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，并且呢利用率很高。一楼呢有卧室、敞开式的这种大客厅、隐藏式的楼梯；二楼呢有小客厅、敞开式的大主卧，并且呢非常漂亮的主卧卫生间的配置。这次每块地相对于以往都要大，所以院子也有足够的纵深。那么样板间这个只能算是中等的面积。总共是6个户型，第一期67万起，还是很让人心动的。明天呢会放出16栋房子，第一期，而有超过50批买家有资格参与。下面咱们看到的是这个房子的主卧，更多详细的资料或者排队，欢迎单独来找我。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